说过要泡你吗？你现在说也不迟啊。我可以泡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去田中找一个叫徐毅的男生，不管有什么手段，我要他身败名裂。上的照片是我给你传的，不是。你手机一直关机，欠费停机了。我替你充上，我还是当不到。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？不想玩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黎巴拉，他们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一辆公共汽车。上又怎么样？现在你买票，我也不让你上了。我终于可以把你给睡了。你到底睡了多少人？那家伙根本就是在玩你，你都不知道他在背后怎么说你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少胡说八道！我放点有趣的给你看。黎巴拉，婊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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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根本就没有爱过我。这个傻瓜当朋友，你到市民广场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